这场仗已经打了七年，教士们一个个倒下，如今只剩我一人。 这是哪里？我为什么会在这儿？怎么？ 只有你一人啊！看来我的命没有想象中那么值钱。这是什么情况？等大人命令就是。你是谁？我不记得我是谁。 你还好吗？我没事。大人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靖大哥，之前这些刺客的尸体先留着。好。
这笛子神器，竟能自鸣。这笛子似乎是我的东西，可是我的脑海里一点关于它的记忆都没有了。谢谢你的衣服，我想我该离开了。不如先留在我这养好伤，至少你的伤是为我所受的，上好的禁疮药。 大人，陆远同明日就会到处名义了，据探子来报，随行军数万之众。陛下既担陆远同已久，这次召他入京，就是想削他兵权。而陆远同此行带数万大军，意图也很明了。迎接陆远同这差事，别的官员避之不及。大人为何要自荐？为了我们所图之大计，我必须这么做，才能登上 陆远同这艘大船，乘风破浪。那他呢？来历不明，面孔生疏却武功高强，一定是谁派来的细作，不得不防。他的身份确实可疑，靖大哥放心，若他是细作，我也要让他为我所用。留下他，我自有分寸。 听不出声音，却能自明。是冬青花，这冬青花树是自己长出来的，正如姑娘一般，不请自来。 姑娘真的什么都记不住了吗？包括自己的名字？一个人活在这世上，若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，岂非草木一般？总要有个名字的呀。 风前月下，冬青花开，不如叫你冬月。冬月，若你在世间无所依傍，他日可来京都冯府寻我。你要走？在下有要事在身，不过姑娘可以住在这里。 可我还不知道你是谁。玉牌上面有“冯熙，今夕何夕”的“夕”。老先生，这笛子吹不出声，麻烦帮我看一下。 姑娘，你的笛子不是凡物啊！这是妖物啊！妖物啊！ 15年，应国内忧外患，奸臣冯熙祸乱朝纲，党争愈演愈烈。定远侯陆远同趁机起兵，以清军策之名发动战争，从此天下分崩离析，民不聊生。
我只能回到。 真的回到了八年前。若你在世间无所依傍，他日可来京都丰府寻我。冯熙，今夕河西的夕。原来你就是冯熙，那个和陆远同内外勾结的奸臣冯熙。那场战争跟你也比也不尽干系。我记得京都杂谈曾记载。 起源14年6月20日，礼部司务冯熙奉命，于竹明义营定远侯陆远同入京。一年后，定远之乱爆发。尔虞，我若能杀了陆远同，定远之乱就不会爆发，那些无辜的黎民百姓就不会遭此劫难。既然我回到了战争爆发之前，那么陆远同必须死。 吃点什么？能填饱肚子就行。好嘞。小兄弟生的皮白嫩肉，不像是跑江湖的。天生晒不开，也不能怪爹娘啊。 哪里走马学呢？金门的手艺，沿途混口饭吃。哼，会看相算卦，那就劳烦小兄弟也给咱们瞧一瞧。今日是吉是凶？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 一计不成，再试一计。看来左相这次是铁了心的要把我和陆远同置于死地。哼，现在杀了你，一样可以跟相爷复命。给我砍了这个狗官！不用留活口了。
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不许出声！你和昨日看起来完全不同了。那是因为昨日我没想起来我是谁，更没想起来你是谁。你当真是左相的细作？看来左相识人的眼光不错。今日我有要事要办，看在你救过我一命的份上，我放你一马，最好不要坏我的好事。是你不要坏我的好事才是。 定远侯大军已过关，马上到驿站。知道了。大人，放手！让你的手下把弩箭对准门口，只要陆远同进来就杀了他，否则就是你死。杀人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。还不照顾！把弩箭对准门口！ 不知你有没有发现，这笛声好像只有你我能听见。闭嘴！你这个大奸臣！大奸臣？只可惜我的官还不够大。一年之后，你会位极人臣，但你会在巅峰时期。 死在陆远同之手，我命由我。冯静，带下去。冯静，你就是冯静。冯静，你今日会死在主明义。冯熙，你若出去见陆远同，冯熙今日就会死。拖下去。是。李官在哪儿？怎么还不出来迎接？ 侯爷，请。从死者肩上的刺青看，是英利的人。左相派英利的刺客来此，既是为了杀我，也是为了害侯爷您。我奉皇命迎接侯爷，我死在这儿，您自然脱不了干系。若是侯爷， 被冠上杀朝廷命官的罪，那夺您手里的兵权，岂不是顺理成章了吗？为了本侯，冯大人还真是用心良苦啊！<笑>不过是见面礼罢了。礼尚往来，冯大人想得到什么？我想和侯爷谈笔买卖。你口气不小啊！ 敢跟本侯做买卖，
侯爷身处关外，不屑朝中之事，若侯爷相助，能让在下在朝中有所建树，那日后在下也必为侯爷排忧解难。冯大人好心机呀！此去京都，冯某向侯爷保证，帮侯爷保住兵权，但求侯爷配合。 将和我合作，你还太嫩了。宏图霸业，白骨累累，能够一解侯爷愤懑，他也算是死得其所。 冯静，你就是冯静，冯静，你若出去见陆远童，冯静今日就会死。静大哥，我不会让你孤独离开的，我保证。